获奖无数的运动健将，自律自理生活。在幼稚园就老师有给我们一个开始，所以我们才会有继续做下去。人缘佳，品学兼优，静喜宇伴他成长。正如你讲啊，就是想到的时候会有一点发威。从小叛逆，不爱读书，如今令人刮目相看。妈妈这样辛苦，给她好好休息，是我继续深造的目标。慈大医学系学生笃定行医方向。其实你帮助别人的过程，至少会得到快乐或者成就感。四位介于15至25岁的新生代，热爱生命，负责任，尽本分。他们的共同点是从小受慈济教育熏陶，打稳基本生活基础，建立正确人生观。周六晨间9:20，敬请收看《大马慈济情》，捧起善与笑。